看一下那个流出来的知识，好啊，用披萨料多值得还能拉屎，早午晚餐选择多任你吃，位于 Raja 五道的老房子，咖啡馆绿绿的草地，户外用餐区蛮写意，大火翻炒极具架势， Seafood Aglio Olio 有一点点辣但不会呛，不要辣味的南瓜意面你有没有 try 过，真材实料用南瓜下去炒，南瓜和海鲜的结合还蛮搭的。如果想要吃西餐的话，哈瓦烟鸡跟 drop 还有黄梨还有 cheese， 外皮也是脆脆的。这个煎鸡排竟然是放在 burger 里面，肉质吃起来比较嫩，夹带了芝士的香气。 Junior breakfast 有 bacon ham hash brown 鸡蛋面包茄子冻，还有长达20cm 的 hot dog， 很丰富。烤过的吐司，你以为只是吐上 butter 这么干单，那你就错了啦。这一款三明治可以用健康两个字来形容，我 try 了紫薯和南瓜这两种口味，很有 refreshing 的感觉。小吃炸鸡够香，蘸料酱一起吃会更爽，浓郁的蘑菇汤热到冒烟，当然一定要沾根 garlic bread， 要来杯热的饮料，那就一定要喝他们的咖啡，拉花拉到非常美。 Oreo 冰沙也是相当受欢迎，绵绵密密不会死甜，而且还是大大一杯，还没有吃过的朋友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啦。